来自1970年代。太不可思议了，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！1970年的那东西，我去，说明书、电路图，把它打开。一打开里边，满满的沧桑的感觉呀，泡沫取出来，我去，全部拿出来现在。太棒了，我的天哪！这么几十年保存成这么新，我去！看下后边真心假心。刚才螺丝都已经拧掉了，天哪，天哪！飞乐喇叭，太不可思议了。看一下插上电效果怎么样？拿出一盘磁带，粤语的。现在打开啊，有陈小云的《爱情的骗子》，我问你，开机。天哪，还真能开机还？看一下里边，爆心啊！音量大小，模式，播放。天哪！讲啥呢？我亲像天边的仙女。讲啥呢？我亲像古早的世事。这太有感觉了。